同学们早，今天我们要学习写关于分数 （fraction） 啊，或关于分数的词汇。首先，我们要先知道分母，分母，分要怎么写呢？来，撇、捺、横、折、钩、撇。那么母要怎么写呢？母，来，竖、折、横、折、钩、点。横点分母，现在我们来学写分子。分子来也是一样，分撇捺横折钩撇，直怎么写呢？横撇竖钩横，这叫分子。给、okay，接着我们来写分数线，分数线。来，也是一样，分撇捺横折钩撇竖点撇横竖撇点撇点撇横撇横撇捺，也线怎么写呢？线，我们来学写线。来撇折，撇折，提，横横，斜勾，撇点，我们叫分数线。分数线，再来啊，撇捺，横折勾，撇点撇横，竖撇点，撇点。撇横撇横撇捺线，撇折撇折提，横横斜勾撇点。你要先知道这些关于分数的词汇，过后我们再来讨论什么是分母，什么是分子。还有什么是分数线？你要先认识这些词汇，谢谢。